我们现在要收我们明天要去泰国的行李。哎，这么多哎，你看一堆跟山一样，你打算怎么收？就收啊，想办法把它收进去，可以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们的 tempo 就是明天就要去泰国，今天还去拍落地签的照片。嗯，没错，没错，今天才去换钱。今天对啊，今天钱还没换啊，今天只去把台币领了出来。对，没错。整个我们的 tempo 就是很慢，然后 WiFi 机也是昨天才到。哪一个 WiFi 机不是前一天或前两天才到？是这样讲没错，就是都说，可我们所有事情就是一向就是 tempo 很慢，所以我们也是现在才整理好。你不要把我的箱子给做坏。好，我要开始收行李了。你要开始收行李？对，先收行李。其实新店蔡林是很会收行李的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平常怎么收行李。这个是异形箱啦，这个箱子最大的好处就是之前我们分享过，它可以装很多形状比较奇怪的东西。像我收行李的习惯，我会就是一包一包分好，像这样。一包一包，对。对，就是、像这样一包一包分好。就是有时候我不乖，他就把我那包丢给我，把我赶出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像这样一包一包的话，就是小朋友要找东西其实也比较方便，而且我有分颜色。就是我们其实各自有各自一包一包，就是属于谁的啦，其实蛮清楚的。对，就是大家各自有自己的一包一包，那你只要记得你自己是什么颜色，你要找你的东西就比较方便。这边是新店蔡林的衣服。对，这边是我的衣服。通常我的衣服大概我会分三袋，一袋就是衣服啊、裤子那一些，一袋就是内衣啊、内裤会再放一袋，那另外一袋我就会放运动穿衣服，我会全部都分开。可是为什么我只有一袋，有那么多袋？因为男生真他只带一件裤子、两件游泳的裤子、五件衣服。对啊，他打算每天都穿一样的裤子。哪有？你需要穿内衣吗？你需要穿内衣？我还有，那你身上还有牛仔裤啊？对啊，可是你又不穿内衣。好啦，反正你又不用穿睡衣。我很节省空间，就这一袋灰色是不一样颜色，这袋是我们全家人的泳衣，我就会放在一起。对，没错。泳衣，那另外两袋就是各一袋是小朋友的衣服，那袋是悠悠的，它就是全部都装在一起，反正没错。体验男也是一袋，他们就是都已经装好自己的衣服。没错。那他们现在收行李，我都是写好一张纸，告诉他们要收什么，那他们就会照我讲的那个东西去收。可是如果漏掉就不管。这袋是什么？这个是就是基本的药品，就会放在这里面。我们会有个药品，因为又是过敏的啦。对，所以基本的药品我会带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们都会那个。然后，而且我的肠胃不是非常好，所以就是盖肠胃药啊，或者基本的感冒药，我都会带着。然后我一定会带那个耳温枪。对，要是忽然什么状况，其实真的这个一定要带。以前我都觉得耳温枪跟饭店借就好啦，可是我们常常去一些比较不是非常经过的地方，他们就只有那种用寒 的，然后或者是量肛温那一种，就有点不太方便。我们上次量肛温，你记得那个在哪里吗？在哪里？好像在那个什么安达曼。哦，安达曼是量肛温。对，好酷哦！现在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袋是晾衣服的绳子。我们这次有需要带吗？不是才去五天，为什么要带衣服？因为那边很热，洗洗就可以晾起来，就反正就带着备用着嘛。就是我有带了衣架、晾衣绳，然后这是装脏衣服的袋子，然后这行李秤，那这个是可以拉开的那个购物袋，这个袋子是刚好可以放在小行李箱上的那一种。哇，很方便哎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一次啊，其实一卡就够了，这样看起来。其实我们一卡行李就够，只是小朋友带作业啦，啊、所以还是会把它分成两卡。啊，有时候如果又去买一些东西，其实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带两卡大的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对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。这是吹风机。哦，对，这很重要。对，其实我们就是虽然饭店都有附吹风机，可是我们自己都会带一台。因为这台比较强，所以我们还是都会带。那这一袋就是一些，这个就是就是什么条啊，就是卫生棉条啊，洗面乳，就是我个人的，就是什么洗脸那一些东西啊。对啊，你看你最多吧。女生嘛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算少。我真的是简洁是油。男生就是这样啊，不要。我有帮你加刮胡刀，我有带牙刷。然后这个是防晒啊、防蚊液啊、晒后啊，然后卫生纸、对，湿巾，这都有带着。然后这个我一定都会带。洗刷刷刷刷背。对，因为其实饭店都不会附这个长条，可是有这个洗澡比较方便，所以这个我也会带。这次的行程比较短，又是夏天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一卡行李就够了，对，蛮早的。大概就这样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把那个全家人的拖鞋放到里面。
拖鞋，以拖鞋一定要带。然后这个是悠悠的随身的，他都喜欢再配一个枕头。然后这个是缇耶娜随身的，这是他们要写的作业，因为他们有请假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来看缇耶娜包包装什么好了。不一样，人家是少女耶。我跟她说少女包包很奇怪，少女包，她少女包包带这样。这什么啊？带一只豆豆啊！嘿，带那么多卡比兽在干嘛、啊？带一只兔子，那这……我们来看悠悠的。我们来看悠悠的，好。悠悠很轻耶，悠悠感觉很轻巧。悠悠感觉就是没装什么。他带这干嘛？他还是带两只娃娃而已。他带这样，史黛拉跟一只大象。他带什么？他带那种小跳桶，还带这个。哦，他是怎样？史黛拉跟这个打架。不知道。好酷哦。什么大乱斗之类的，这就是我负责的部分。那剩下就是剩下就是老爸负责的。看一下，大部分从事影像都会知道我们东西非常多。我没有算，我不是最多的，可是也不少了。我相信有些人看完，原来拍影片是需要带这么多东西，而且这次我没有带空拍机。泰国的空拍的法令稍微严格一点，我就不太想带，最近也不太好飞，所以我就没带。那你最近用空拍机的几率很低耶？现在飞啊都要稍微小心一点，所以其实用几率就比较低。然后先来两台 GoPro， 一台是儿子用的啦 ，GoPro 7跟 GoPro 5。然后我用的是一个夹夹跟一个这个是短手柄。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，这很适合小孩戴。然后我另外一台是备用机，是6500，跟现在正在录的173我也会戴。然后6500啊，本身我上面挂的镜头是1670，这颗啊最主要是来做一些慢动作跟 B 肉。A73上面我最近换了一个全幅的镜头，是蔡司的 SPA 2.8，所以蛮好用的，那个镜头会戴。然后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我正在充电，这个是无线麦克风，因为飞机上非常的吵，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收音，就是收出比较。好的音质，这个是电池的充电器，然后再来这个是 Global WiFi 的 WiFi 机，它对我不错了，每次旅游的时候都有寄 WiFi 机给我，然后这是一堆线，看一下，不要解释啊，反正这些线都是有用的，因为充电的规格太多了。我脚架还是习惯用这个 Manfrotto 这一支啊，这支我觉得是蛮好用，到现在也用蛮久，从刚开始还都在用。然后电池的部分，行动电源我稍微讲一下，虽然我没有带空拍机，我真的很喜欢用大疆的 Mami Pro 的电池当行动电源，因为它一次啊就可以充四颗，充四颗之外呢，其实你只要一个转接头之后，就是像这样，一个转接头之后啊，它就有两个输出，所以一次可以充两个设备，而且它的出力我觉得是很够的。如果长时间都在飞的话，有时候没有充电器的话，其实两颗电池对我来讲是比较刚好的。你看这样很方便。大疆本身充电器它有个 USB 的孔，这样多了一个。那再来这边就是我会带的这个，就是 A73 电池会再多带一颗，因为再一颗就够了。A73很耐，然后6500的电池两颗，跟他们的充电器，这个是我一定会带的东西。镜面拆你就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就粘在那个玻璃上的那根。对，有时候我在饭店要做一整天的锁匙啊，不好固定的时候，我都会吸在玻璃上，然后把它锁上去。所以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灯，这有时候悠悠要拍东西，或我要拍东西，在饭店里面比较暗或晚上的时候，就会灯稍微打一点点。这边还有 GoPro 的电池，我的太阳眼镜。最后一样我讲的，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一定要带的，旅行用的充电器啊，它总共有四个 USB 跟一个 Type C 的，其实这个很方便，因为要充电的东西真的太多，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。真的都需要充电，所以我才需要增多线。这个东西也非常好用。这些东西啊，我不会托运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就是还有电脑。我电脑因为我还在用，还没拿出来。然后通常我就是一定是用这种方式带，用一个登机箱加上一个包包，然后我会把随时可能要用的设备，比如说6500跟 GoPro 放在上面这边，就是随时我拿了就要马上照。然后我就放在上面，那可是充电的啊，或者是笔电的东西，我就会放在底下，才不会那么重。所以我平常如果3-4天的自己出国，我都是这样，衣服啊，我也是放在底下行李箱，这样子就不用等行李了。嗯，可是其实是蛮重的，对，很重。老爸每次带的东西是真的。看起来不多，可是背起来的时候都很多，而且很重。这些东西你看起来好像哦，就这样啊，这个一点点，这一点点，这个一点点，那一点点，可是加起来就是这么多。其实拍照这种东西是要喜欢的、啊，你如果没有乐趣，只是为了赚钱或什么，其实很难支撑很久，因为真的很多。而且我算少的，因为我的镜头只带两颗，很多人都是4颗、5颗镜头这样带的。那大家都知道他到底收多少，我收多少。我的东西都是为了工作。我的工作就是他不做的，剩下都是我的。那是。好，那
好啦，那要跟大家说结尾了。结尾就是，我觉得、欸、其实今天收行李是我们最早收完的一次。今天比较早开始收啊？对，今天比较早开始收，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大了，所以就是可以指使他们，就是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做什么？你那样这样子，就是要叫他们帮忙干嘛？帮忙做什么？你用指使，我跟你讲，长大就换你被指使。不然你不指使他们，要谁要指使他们？他们就是那不是你总是要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收完这些东西，哎、欸，你帮我把行李箱拿出来，你帮我顺便把什么怎么样，把什么东西收一收，总是要讲啊。我明天就要去泰国啦，明天新店蔡依林会坐早一点的飞机去。那 我们明天5点的车，我会晚一点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点就是我还有一些事情，第二点因为晚一点的飞机是787，我想要去拍787。其实他就是要坐787。对对。好，今天影片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最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追踪我的 IG。对，最重要不用追踪你的，追踪我的 IG。我的就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